好消息，好消息！29岁嘅赵又廷同埋34岁嘅高圆圆就嚟结婚啦。系啊，赵又廷嘅明星老豆赵树海突然之间爆料话呢一 pair 小情人嘅婚期唔系今年就系出年。吓，赵又廷会结婚，咁佢嘅 fans 小 S 咪好伤心。我输在哪里？你看看我，我哪里不好了？是我唇太红了吗？还是我胖了？赵又廷和高圆圆在合作电影《手术》的时候他着，在赵又廷拍摄《致青春》的时候就被人拍到在酒店约会120个钟，继而就承认恋情，放胆去爱，拍拖一年半之后就认定高圆圆是啱的人。因为你才跟他合作一部戏你就爱上他，那万一接下来又遇到更适合的人应该不会了、你就是已经是要定下来了吗？对啊，你要定下来、你是说结婚了？对啊，对啊，是绝对是这样。你才20几岁不是？我快30了。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用心的就觉得认定？因为碰到对的人啊。娱乐圈又有一对子弟恋修成正果啦，只不过赵又廷咧，你就千祈要生生性性，千祈唔好学阿文章咁，呢头咧就话遇到啱嘅人，嗰头就喺出边揾到个第三者。我祝你们幸福白头偕老。